七大派存在的根本不在弟子和资源，而在门内隐士的元婴长老。元婴影下皆是龙翼。我们的生命太过短暂，就像朝龙转瞬即逝。小妹，莫大夫为什么不教你几手功法？这不由我保护他了吗？你还能保护他一辈子？日后你若遇到危险，韩立一定前来帮你。以你炼气期的修为，能保护我吗？还是先照顾好自己。我对修行了解的越多，越明白身处世界的残酷。对于修行者来说，凡人如同草芥一般，这让我心里很不舒服。所以一般的凡人，何足道哉？纵是杀了就算了。这些山上人不食人间烟火，又怎能看见山下人的累累尸骨？修行一事，本就是夺天地之造化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，无一例外。即使有了些修为，不能随心所欲，念头通达，修者仙又有何用？我们这些世家出身的女子，从出生那一天起，我们的命就不属于自己了。即使是这样微不足道的生命，我也想活得像个样子。即使是飞蛾扑火，哪怕是终究徒劳。说出你的师承名号。王禅不杀无名之人，曹公主李卫武。没有灵根，真的不能成为修仙者吗？韩师兄修为也就平平无奇，何况天资又差。师兄师姐们都说，像韩师兄这样的伪灵根能达到筑基期，已经是个奇迹了。这只血雨蜘蛛，别看现在个头小，将来可了不得。你是没见过他们的家长。我叫张铁，他叫厉飞宇，你叫什么？韩师弟，我与你平素虽交往不多，但自觉甚是遥远。像你这样心中无私、舍己为人的修士，实在不多了。刘师兄，当真是……应当半生修恶。我想林灵所做的最后一件事，竟是为了两个凡人。活得久了，就愈发觉得。这世上有些东西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。吴师兄，我在这山间给你选了一处最好的景色，若不是你，我也许根本活不下来。人生苦短，终归尘土，凭什么仙家就可以遨游天地，而我等凡人只能做这井底之蛙？安利，这世间多少好景色，你就带为师去看看。多少贪婪、算计和梦想，就不被远方的人一起归于尘土吧。是时候换个活法了。尘土老，掌中刀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阻挡。
失恋热血烧。再也